现在在捷克，正在离开克尔诺夫去布尔诺夫另一个客户。现在我们来到客户的生产车间，来看一看。客户主要切割的是1到10毫米的钢板。客户购买的我们是一台6000瓦的1530G 型切割机，配的是瑞科激光器、特运水冷机。